因为住房纠纷，房客竟然恐吓旅宿业者。花莲有一名男子订了一间旅宿，但入住前想要取消订房，遭到婉拒，心生不满。在退房之后，不断的恐吓业者，要求150万的赔偿金。最后呢，还到业者的住家说自己是降头师，吓得业者向警方求助。动不动就来恐吓我们。旅宿柜台前站着两名男子，其中一人手上还拿着钞票，以为勒索到的钱到手了，但殊不知早已落入警方的圈套里。埋伏员警冲入压制两名男子，因为他们七月入住这间旅宿，却因为发生住房纠纷，在退房后不断恐吓业者。他退房的时候发现他的车子被移动，他就心生不满。离开之后，公司陆陆续续就接到不满的电话，还有一些网络上的恶意评论。这样整起事件要回推到今年暑假，李姓男子与友人预订花莲一间旅宿，因为私人原因无法入住，依规定无法退款，只能改期，最后却在变更日期住房时认为业者乱移他的车，心生不满，退房后给予恶意评论，业者对男子提告，检察官最终判决不起诉。不过李姓男子却开始恐吓业者，要求150万元赔偿金，还装神弄鬼，称自己是降头师，恐吓要用小鬼对业者不利。于22日下午20许，与涉嫌人相约该汽车旅馆交付款项，并当场逮捕依约前来索取赃款之涉嫌人。所幸最后业者报警，布下法网，制取两名恐吓取财嫌犯，拆穿降头师的胡言乱语，依法送办。记者陈金叶，花莲报道。